好吗？佑佑，我们的58公分，43公斤，稍微在下面打比较，我们掌声欢迎佑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麦克风借佑佑一下。好，佑佑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佑，谢谢大家来玩。好，佑佑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哈。我大概也是第 N 次捡到佑佑。好，那我们佑佑呢，从拍很多漂亮的照片，然后在我们的 IG 也会开直播，对不对？ IG 很少。IG 还是 FB， 还是 FB。脸书。晚上秘密直播。哦，秘密直播，秘密直播哈。那待会儿也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秘密的那个 IG， 给大家大家追踪你。好，我 IG 是多少？我的粉丝记得吗？大讨厌哈。悠悠自己都记不得自己的 ID。八个数字，第一个数字是一，第二个数字是，啊，现在是把统一发表开讲啊。乐豆彩啊。我已经说少，大家记得等一下。还是说名字呢？名字好，那乐豆彩的时候清楚。一五八六二。15862368。记得下载直播去追踪哦。追踪秘密直播的悠悠 ，ID 是15862368。没错。1561398。哦，为什么可以背台语背的比较急？怎么会这样子？15862368哈。他们因为平常呢也做了很多在网上的活动，已经跟朋友拍很多照片嘛，就是我们的粉丝啊，还有我们的摄影师一起拍。我觉得这几年发现你的照片越来越女人味呢。真的，因为越来越女人味，越来越女人味。没有，我不要等这，越来越女人味啊，越来越有女人。而且我记得第一次拍你的时候，就小女孩的感觉。对。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是哎，新手女的样子都出来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差，对，就照片的这个风格更多了，本人一样青春美丽活泼漂亮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你更健康了，是不是最近有在运动？有在运动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你比较结实，比较 fit 哈，啊，你有平常穿这件打扮是做什么运动？我会去就是健身房做些什么重训啊，真的吗？有跟粉丝一起健身过吗？好像没有真的哈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追踪朋友，或者说今天在现场投票最多给悠悠的，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抽奖一次，让粉丝可以跟你一起运动？好啊。真的哦。可以。我随便开一张资料出去，你就居然可以兑现哎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运动健康。真是给面子，谢谢。真的，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投票给悠悠，在里面抽出，就是。投最多的，然后我们一人抽一个，看是谁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哦，看是哪个粉丝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你去健身房运动，好不好？那因为他会在各位的右手边，也是我们舞台左手边的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按照惯例呢，我们要走一下台步，让我们的摄影师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拍照，好不好？好。从后面。真的，因为好几年前我就认识悠悠，从这个。清纯的美少女到现在是，有女人味道的这个新手女，我们掌声欢迎悠悠。不，把你的闪光灯亮起来，把你的镜头推出来，啊，拍下我们的悠悠 ，Come on， 起来。Oh yeah， 可爱的样子，迷人的风貌，呜，可爱的小女人 ，Oh yeah， 好的，我们谢谢悠悠，然后你待会儿欢迎各位朋友到我们的前面左边的第一个座位哦，然后找悠悠玩游戏，然后还有今天带什么产品呢？对，就是像我的周边，那桌历啊、签名照、杯子、杯垫、毛巾、杂志，然后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，因为我是彰化人，从彰化带了很多名产，对，想要大家可以来享用一下，就是彰化人
名产，然后还有一些保养品之类的。想说大家都男生也是需要保养的，对，都很多啊，有保养。又用很跳动哦，从彰化名产跳到保养品。我本来想说，男生也可以来用一下彰化的霸丸啊，彰化的凉丸，彰化里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哦。凤梨酥，对不对？有一家凤梨酥很厉害，蛋黄酥、啊。凤梨酥为乐山庄哦。不是，蛋黄酥。蛋黄酥好像有做，我个人不爱吃蛋黄啊，你说博尔家嘛？就很难买啊，对对对。我原本叫我爸买，我爸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买。买不到，不好买。不是我不好买，我爸就不觉得，我爸喜欢吃别的啦。哦。所以我们买了。对对对，在地的不一定喜欢这一家，但外地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爸就是，因为我叫我爸帮我买一些过来，所以我们先有接业配，没有，我们是当打广告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喜欢买别家，完全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就是反正我爸就是自己觉得他怎么觉得好。觉得当地的，我们的特产。我爸是担心买不掉，我不要我们自己吃，叫他买自己喜欢。对。很聪明啊，这个爸爸真的。对，希望他，但是希望真的不要买掉。好。我们也再次掌声，谢谢悠悠。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哦，好，谢谢悠悠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。